东山乡长林俊甫上任以来积极关怀新住民朋友，希望他们能够融入台湾的生活及文化，强化对台湾社会的认同，共同营造一个友善、包容以及欢乐的环境。而为了让不同文化背景的新住民朋友能够一同享受圣诞的喜悦，公所特别在公所的三楼会议厅来举办112年东兴家族圣诞卡拉 OK 派对，吸引了许多新住民朋友盛装打扮，穿着该国的传统服饰来出席盛会。那俊甫啊，从上任以来，我们对新住民的朋友啊，就相当的重视哈。尤其因为各位都带漂洋过海来到我们台湾，那跟我们台湾一起融入在这一块大地，那我们一起来经营我们的家庭。我想每一个国家的，除了语言不同以外，文化也不同。那东山乡啊，是一个友善、是一个温馨的大家庭，所以我非常感谢各位，也非常欢迎各位啊来到我们东山乡。地界中间呢，啊在开会期间，敬请乡长吼，看一档来个创一个啊，咱的这个东山吼温馨诶，这个家庭的这个礼数，诶，这个礼数团体，好令。有够较侪会沟通的管道，互恁有够较侪通啊表达，啊恁想要讲的话，上借着这个平台，哦啊来到这个所在，啊就甲咱东山乡当作咱是家己的乡，啊甲咱的厝，啊确确实实就是咱的厝，哦咱的囝，就确确是咱的囝，哦安尼来，迄个心呢，啊放在这个所在，咱就过得快乐，那我们才有机会把。东山乡融入一个团体，东山一个团体，尤其里面的活动表演精彩的很多，我们里面很多都是在我们东山乡里面在当老师，在当老师，所以你们的那个技术也好，经验也好，尤其你们的哦，你们的那个食品大家都很称赞，我知道你们在家庭扮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分子，所以以后我们东山乡一个大家庭需要你们来支持，也更需要你们的手艺来为我们东山乡来付出哈。活动也特别安排了新住民朋友们带来精彩的舞蹈，展现异国风情。紧接着，新住民朋友也大方的上台进行新住民特色服装走秀，充分展现新住民朋友的自信与美丽，也让人感受到浓浓的异国文化。希望我们的新住民朋友在台湾的文化融合之下，活出更精彩、更快乐的生活。东山乡公所就是各位的娘家一样，以后在台湾、在东山有什么事情啊，都可以来东山乡公所，我们的民政科啊来请我们帮忙啊，我们会竭尽所能，希望大家在台湾、在东山啊可以。非常的感受到幸福啊，感受到快乐。乡长及主席等来宾也依来致赠圣诞节礼物，提前祝贺住在东山乡的新住民朋友们圣诞节快乐。公所期望透过活动增加新住民朋友的亲子参与，促进多元文化的融合，也让身在台湾的新住民朋友感受家的亲切感，安心的在东山乡建立温馨家园。宜兰新闻记者石世民采访报道。